大家晚上好。我们说家有一老啊，如有一宝。这个李校长、庄校长他们都是我们的宝。我们廖校长他们都是宝。他们几十年当校长啊，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啊。而且呢，又持续的在推广华教啊，推广德行教育啊，所以大家入了好几座宝山啊，不能空手而回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啊提出问题来。《弟子规》有说啊：“心有疑，随杂记，救人问。”求确意啊，这个《弟子规》每一句啊，它里面含有身教、言教、境教在其中啊。言教可能出现一些点了，我说：“哎，同学，你心有疑，要随杂记呀。”啊，这个是言教。哎，可是我们自己当老师，我们有没有养成这个习惯？有问题把它记下来。我们有身教啊，在引导学生的时候，我们很有底气哦，侃侃而谈哦，能摄受学生哦，包含每一句当中有敬教，整个班级的气氛。学校的气氛就是很主动请教，所谓求学，求学这是主动去求的就能有更多的收获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啊，可以给李校长多提一点问题啊，这那个您身先士卒。